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容易随心，无声游戏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空门去，大声地告诉你、啊、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应该三盏都值嘅，我俾佢。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。志源你好，吴姐你好，欢迎你来到中年好声音三的舞台。大家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先。Hi, 大家好，我是钟善如，我来自天津市的、我现在是有一个公益团队，是专为失聪的小朋友免费提供语言康复的。我是想借这次参赛的行动去鼓励这班小朋友，即老師到而家嘅年紀都可以重新出發。好啦，老師今日咁勇敢嚟到中年好聲音三嘅舞台，我哋聽聽評審有咩寄語。我對佢嘅印象好深啊，因為佢係天津人，但係佢好努力咁去講廣東話。但你真係唔應該揀呢只歌嘅難度咁高，但唔緊要，你都有三燈。我都好記得，因為上次你應該係唱《心動》，係嗰只歌咧，你係唱得更好聽嘅。咁我願意俾只歌難度係更高。所以你有些高音的位置處理就是你的喉嚨放得不太夠鬆，你要再鬆一點上頭聲會更加漂亮。我是覺得你唱歌是一定是有一個很紮實的唱功的，不過這個歌縮回 30% 就差不多了，還有我覺得你高音有些刺耳很尖，可能跟你的發聲有關係，你一唱到高音是吉耳仔，可能你要研究一下這個問題。 Thank you 評審，多謝善如老師，加油啊 ！Thank you。